哇，他呢非常注意自己的风度面貌啊，优秀的形象管理，哎，形象管理非常出色。哇，不能有任何的大意，对不对？两只手，两只手。闯关冰箱都不重要，主要是形象要完美啊，要优雅。哎，没有任何问题，你看这是大长腿发挥优势，好，轻轻松松，非常轻松，我觉得对他来讲这都不在话下。一定要沉着冷静。是，我刚才就在想一个问题，这个圈圈对他的大长腿来说是不是有点小了？哎呀，一不留神还是不服大了一点点。